为庆祝月球上经典设计 Omega Speedmaster 诞生60周年， Omega 超霸腕表为全球第一支把测速计刻度设于表圈的表款。自此之后，此项设计特色便使这只腕表成为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计时腕表之一，同时也是第一只登陆月球的腕表。前太空人伯兹艾德林在1969年阿波罗11号任务踏上月球表面时，就是佩戴着超霸表。品牌早前于上海和伦敦举行大型纪念活动 Lost in Space， 近日于香港 IFC 举行大型的 Speedmaster 周年展览。在开幕之先，品牌特别安排数名太空人穿上当年阿波罗11号任务的装备，游走香港最具地方色彩的地标，为香港周年展览拉开序幕。